金山寺举办讲座，让大众能够更加了解阿育吠陀课程。高雄金山寺长期举办阿育吠陀和瑜伽的课程，这次举办瑜伽哲学的讲座，吸引了全台湾各地的瑜伽老师前来共襄盛举。天雄法师以三天的系列课程，让大家能够深入了解瑜伽的哲学。我们昨天呢有上了历史瑜伽的根源，还有它的意义啊，瑜伽的真正的意义。所以墨雪想把台湾的瑜伽老师们加强他们的瑜伽的意思，还有它的根源。因为很多人真的是不是非常的了解，墨雪真的是很有福报，我们传销上人送墨雪到印度去学习，很深入的学习瑜伽，在硕士班的时候才发现，瑜伽是修行。瑜伽的各种体位知识的练习，都是在锻炼身心的合一，最终提升到智慧成、喜悦成的境界。瑜伽最终的目的与佛教的真谛，讲述的都是同样的事情。他们其实都在往同样的目标前进，只是方法或称谓的不同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